不要，结果是坏掉的。对啊，那么自己商品坏掉还抓别人。哎呀，我收到了，脸书开始了。我收到小颖的那个有特别微信的。为什么大家一直说五月天是我们师兄？可以选。有人问刘碧的 T 恤是周边商品吗？刘碧走秀，站起来，站起来。来，现在刘碧开始走秀，15秒。啊，十五秒，要这么久？配乐，配乐。刘碧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背面的那个字是什么？啊，对，其实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刘碧，你不要我来解说一下，因为这次那个明星商品也是我都有参与其中的那个设计的，然后我还指。这其实当然啊，还有我们这次演唱会的名称嘛，那个一事无成的伟大的英文，还有下面有四排的英文字，它其实是我们10年前2008年的2008年发行的第一张《拯救世界》，到现在最后到前年12月发行的那个《生存指南》4张专辑的英文名称，它跟着这次演唱会一直绣在我们的。那个衣服上面，其实对我们是蛮有意义的一次商品啦、啊，算是一个10年来的成绩单的、嗯、，OK， 10年来的成绩单。好、嗯，然后接下来还有一顶帽子啊，哎呦。欸、等一下，他们要看我们抽奖，是不是要看我们讲这些废话？对啊，当然啦。不是，现在那个脸书不是还没办法了？好了，我们先抽奖啊！好，我们先抽完第一个，再我们有废话等一下再说。好，先抽完第一。等一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先回。有人说现场会有卖周边商品吗？当然啦、啊，当然啦、啊。那预购也是归预购，但是现场也还是有。哎、欸，预购的现场可以拿吗？预购就是现场拿。对啊，哦，现场还是有卖，对的，大家不要怕，先担心。那如果预购没办法现场拿怎么办？好，预购就是要现场拿，对对对，哦，了解，没错，现场拿是要感觉。那预购如果不能现场拿的话，那我们就把钱收起来，然后商品带回家，看不到我对不对？看不到。来，那我们那个佩宝告诉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抽出的是什么？没有，我们刚才没讲完，就是这两个奖项，大家会问说是怎么样可以参加。就是呢，我们这要赶快加入我们的官网妖怪村。嗯、对，这是从哪里抽的呢？基本上这些人都是妖怪村的村民，就是我们会员们。对，那这一次演唱会的预购也是在官网上抢先给大家预购的。嗯、我们那时候都有一定数量的门票是在官网上给大家预购。是的。那大家只要加入妖怪村，就可以有非常多我们最及时的讯息啊，还有像演唱会都会在上面抢先购票，对，有福利哦。然后我们有说在妖怪村上，像这一次抽彩排场是，最好是两在妖怪村买就可以抽，对不对？对嘛？对。然后还有过夜包是都有嘛，对不对？两天有买的都有，也是现场领吗？过一包是对，啊，过一包大家再那个 follow 一下我们的官网，是的，都有详细的讯息。但我们今天就是要抽出，对，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都在官网买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就有机会抽到本日最大奖，对，本日的最大奖与本日特大奖，而且这些福利啊，都是福利的、啊。好、oh, 我们接着往下。对，这是单压吗？哈哈哈哈哈！是单压吗？哎，双压两个，双压好。演唱会完有签名吗？有签票吗？没有啊。没有。我们签票会已经办过了、啊。是的。对，然后可是那个你们上次在微博上有跟大家说，如果以后之后去内地巡演的时候，就是巡演的场次结束后会帮大家签小巨蛋票，当然啦、啊，一定会争取的哦，没问题。好，快点抽奖系统拿出来，来彩球彩球彩球，大家一抽出的，大家不用怕、哦、我们的抽奖是非常的那个公开公开公正公平公开公正，有多公平公开啊？原来是用电脑抽的、啊，电脑，他们已经写好程式了，他们还帮我们写一个程式，对对 对, 對, 對。然后第一个是谁呢？小菊，你方便拿到镜头前给大家看一下？对，现在那个左边不是，左边是那个是测试的。哦，就是左边现在这些是有资格，等一下呢，有资格抽票的人，我还有会有一个幸运转轮之类的。等一下，只要我的手指一按，就要拿前面一点嘛。小菊可能先拿到镜头，拿到镜头先感觉一下。然后他如果手滑就错赛了。哦，我们第一个奖是谁抽？是小菊。哦，小菊抽好。好，好，那我现在第一个要抽的奖是什么呢？9月1号合照的。9月1号合照，9月1号，小徐要抽出9月1号合照。好的，我现在你要看一下上面的那个、哦，9月1号上面党名字吗？
对，没错。好，结束合照。我有让预售票给别人，那抽中的话要怎么算？算别人的、啊。对啊，谁叫你要让？对啊，对，就是哎、欸，所以是票拥有票的人才有资格，对不对？对，是吗？是票号，认票号，对，票号跟座位，嗯，票号跟座位。那如果那真的是那张真的是那张票的话，你就想办法跟他换回来喽，对，不然怎么办呢？好了，那我现在首先呢，我要抽出的是9月1号。小巨蛋演出之后呢，跟我们合照的人，我来帮你扶着小菊。好的好的，那我要，我先按这个，按下你的大拇指。不是啊，这不是触碰荧幕啦，这不是触碰荧幕。好，不好意思啊，请用下面的滑鼠。对，抽出名字，我要按下去，按下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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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了吗？出现了吗？这个是出现了，这样是确定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百个？看一下是不是一百个？哦，一百个，没错，一百个。哎、欸，好没 feel 啊、哦！一百个嘛，哈。对，一百。好了，那我先，比如说，我们现在抽到的第一个是 ID 588-73415，然后座位在指二 B 的人。哦。对，给自己一个掌声。没有，它是指二 B 区域，还有。第二排第十位哈，二排十号，还有一个我就随便乱码报啊，或者说现在抽到的是588-88-1857，座位在特三 B 第35排的第三位。等下，佩华，你有需要截图还是这个就已经可以？是的，这个会公布在官网吧？对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在官网，我们会不要按掉哦。我们会公布在粉专啊，官网，公布在我们的粉专，或是大家你也可以打电话给佩华问那个你有没有中奖哈。等下佩华电话会给大家。对，男生想要认识佩华也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这个抽奖系统虽然很没有那个快感，但是。它是很公正的，就是只是为了公正。而且里面是哪些，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对，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绝对没有黑箱，好不好？黄乐西的13排第三，你是谁啊？因为他每个号码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对、啊、对、啊、对、啊、对, 对, 对。好的，我们第一个9月1号照相的100名已经抽出了，抽大奖已经结束了呢。这是照相的，对，要看自己有没有中奖，记得到官网还有我们的要外孙看哦。抽大奖已经结束了，抽大奖。那下一个呢？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在官网上公布吧。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我们先宣传一下毛巾，好不好？毛巾已经那个好了。既然紧张刺激的抽奖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就介绍我们的毛巾的时候。夏天走秀了。对，夏天最近很常去海边了。没错，就需要一条这种舒适的毛巾。舒适的，对。这个就是写我们唱会名字的毛巾。嗯，对，可爱，好吧？你们平常都放在哪？平常我们把它放我们的沙发，因为它其实蛮像一个就是。然后可以就是可以展示在沙发上，可以展示的那种感觉。而且你还可以把它包在头上哦。哎，包在头上哦，也要看场合啦。要看场合。对，如果你在刀如果你在寿司店把它包在头上的话，你就是一个寿司师傅。对，有些场合不适合。那如果你在冲浪的时候把它包在头上的话呢，你就是冲浪版的小弟。冲浪，他不是在看 IG 的留言哦。有啊，有人说。怎么不是五十人抽啊？啊？什么五十人抽？五十人不太懂。五十人一抽哦，哎也一样啊，我就差按一次跟按两次而已。嗯，不知道，我们就是5000人抽。我们习惯一次说哈。对，说天。说天。大天还是要坐回去哦。坐回去啊？不然看不到你。没位置。哎呀，我先坐后面啊。能坐前面一点。好。你可以靠在我的腿上。好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抽的是什么奖项呢？就是买九月一号的票，九月一号的票，然后抽彩排。哦，彩排场，九月一号彩排场的大奖。不是九月一号彩排。好了，大家，我们接下来抽的是九月一号看演唱会的人，然后其中有100名可以来看我们8月31号彩排场的。对，九月一号，现在抽九月一号。不用担心，名单我们都会在详细。所以抽什么都可以来，小菊上。来吧，又是我。哎，好的，好。好了，大家已经很喜欢看我抽奖，没错。还是大家只是懒得抽过来而已。好的，小菊，我没有那么懒。好的，跟你一起抽。啊，我需要配乐。哎，你咬一下镜头，要营造那个紧张感。
大家已经觉得很晃了。看到我电脑就掉地上了。哎、欸、哎，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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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这人越摇它就越不动了。对，超晃的，电脑会宕机啊。好了，抽出来了、欸，抽出来了呢。好了，恭喜我们。为了证明跟刚刚不一样，我们来看第一个。好，恭喜我们588-73231，恭喜588-73231，在紫乐一区的五排第二三位，跟刚刚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不是作假的。对，我要问一下你到底是谁？这上面不会有名字、啊。问说会不会有人被重复抽到？那代表运气很好，对啊，对，全部抽到，所以代表他真的很支持，两天都满。对的，而且真的就是记得要到妖怪村，然后又有很多 free 的 free。对对对对，好，非常好。福利的福利啊！小菊有人说你这样好像火影，你错了，小菊是像太阳。哎呦，火影你说的是你说火影有很多人，你说的是那个，你说的是大奶婆婆吗？谁呀、啊？纲手。对，纲手。还是你说的是、那個？梁家人，你讲话太低。你说的是鸣人还是鸣人他老爸？还是他儿子？啊、他儿子还不是火影啊？博人。对，博人。哎，博人还有在出吗？有人还在出。博人有一天很早就起床了，简称。博人很早起。对，没错，很好，好。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好了，好，我们第二阶段的抽奖已经结束了。没有，接下来是9月2号，对不对？对。哎，老帽去哪了？老帽就让电哥来展示吧。好，来展示一下，换个帽子。哎呦，是不是？一直闪呢。对啊，超酷的。这帽子啊，可以去走秀一下，快点，快点。有人问什么？大家看一下，名单放到官网。等一下，等一下整理完就会放上去的啊。不要这么逼人啊。对，大家不要这么逼人。我们配合还是很忙的，好不好？他晚上还跑趴嘞。对对对，我们要快一点加速，因为我们的配华等一下要跑 party， 跑 party， 对跑 party， 他现在算是那个东区一姐了，他现在就是 party 一姐 ，party。好，看完了，对吗？哎、欸，背后也有，背后我刚刚反着带过，它上面有一个83。对啊，其实就是我们这次帽子，它就是用 The Queen Nobody 啦，就是这个演唱会的名称。要是大家觉得这个数字不够厉害，你可以再加后面再加一八三一。感觉更厉害。而且，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故意把那个 nobody 划掉。没错，就是希望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觉得自己是很伟大的。没错 ，somebody。对，哎呦，哦，有没有英文真好啊？谢谢。那你有听过 slim body 吗？哎，没听过，你没听过是吗？你知道是年纪的梗，他代表没听过，有点老，好老，好老派，大家要坐回去哦。有来哦，来哦，来哦。来啊！又要抽奖了，又要抽奖了，真的要抽了。九月二号彩排的，那我们让 BB 来抽吧。好好好 ，OK OK OK。所以现在要抽的是九月二号买票的朋友，什么是什么彩排？可以看彩排场，彩排场，彩排场先。哎呀，已经到那一格了，对不对？按那个直接按抽奖就好，直接按抽出名。哎，音乐，抽奖音乐，噔你到底是谁啊？对对，看一下，第一个也不一样哈。对，不一样，不一样。基本上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全部不一样的。你要跟他确定。好 ，OK OK OK， 确定，抽出来了。OK， 恭喜！这是我们9月2号拍照的朋友们。没有了，彩排，等等，等等，这是9月2号可以来参加8月31号彩排的朋友，杨佳韵。大家忘记刚刚说了吗？对，这现在是9月2号看演唱会的人呢，这100名可以在8月31号的时候来小巨蛋看我们彩排。抢先看，对对。顾及一下脸书的，脸书是你们右手边这一排。哦，嗨，抢先看。有什么问题啊？你们随时要。他们说都是纸区，都是纸区，没有啊，没拉到环，没有，因为纸的那个纸的笔画最多，所以它会出现在最上面啊。我要说这个很公平啊？为什么？不是为什么？那是不是水笔画？哦，好了，等下随机的，等下，我要跟两位工作人员说，不准吐槽我。好，你继续。我要念。紫红紫黄黄特黄黄黄，明明就黄比较多。对啊，对，所以说其实这是很公平。等一下，有人问说两天都抽到彩排场怎么办呢？那你他
那还有两个，就等一下有两个名额，还有两个名额、哦，因为我们是看票号啊，对啊，对，你就可以，那他可以找他朋友来吗？对啊，他自己看票号，看票号，对，所以他那张票就可以带着他朋友一起来看，对，对，可其实可以、哦，可以，可以，对啊，这种时候就看人品了，对啊，单身单身不是人啊，对，有人说特区好少，念个特区，什么什么什么，你看这里这里特特特。特往下，特往下，哦哦，连续六个特，特特特特特特，对，很多特啊，哎，全都特啊，真的很多个特的，牛逼你！每一个位置的几率是一样的，几率是一样，特区几率特别，这是电脑程式啊，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包庇谁的，我们没有黑箱，我们没有黑箱，因为黑箱对我们没有好处，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只能增加自己的，对啊。有说有特一吗？哎，特一哦，有啊，有有有有特一 A， 第六排，而且要帮你们反驳一下啦，就是你们。为了就是回馈妖怪村的朋友们，还被皮总骂了好多次。被骂。对啊，都差点打架了。对对对，反正你们这种想问周边海报几点吧，这个还没公布，再等一下会，再等一下，因为我们海报还没签，超多的啦，还在签，快了，剩三叠，三叠，我们签完，然后公司就会处理，看要怎么样来发报。三叠大概是1000，加1000，八月31号以前应该会签完啦。对，然后要不然就顶多9月1号前签完给你们，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就要抽最后一个，就是微博最后一个了，是不是？拍照，然后等先给佩华，先给佩华，你先把它存，没关系，给佩华，我们先。好，对，交给佩华。然后拍照，到时候我们应该是十个人一拍嘛，就是到时候就是跟我们一起拍，然后我们会再公布在我们的脸书上，还有官网，大家可以去抓这个相片。好，请问不能来，可以把票卖给别人吗？不能来，可以把票卖给别人吗？原价让票，什么意思？你是说彩排吗？对，看彩排。彩排场，就是说我抽中500号是我，然后我可以把这张票卖给别人吗？你卖给别人，那你怎么来看表演？就不看啦，我可以，我就是要卖给别人。那你就是黄牛咯，是这意思吗？原价让票的话，可以来，你就是把票卖。原价让票。那个官网上的显示说，只要有贩售行为，这张票号就直接取消。好的，基本上是这样子。如果官网是这样写的话，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如果不能来看这场表演，你这张票早就该卖掉了。对。如果是我们抽完奖之后，你这张中了奖的票才卖掉的话，这张我们就不承认他人来看我们彩排。对。对，其实因为官网比较算是我们是希望以实名制的状态。是。其实从一开始大家加入官网的时候，我们就有说，我们就有检查大家的那个账号是不是真的嘛？对啊，我们从发放贴子等等，就是如果不是真的账号，我们就已经删除了。对啊，对，所以希望官网都是越来就是要以实名制的这个状态。是，那就是跟周一哥你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来看，你把票卖掉，原价卖掉，那是一定是很 OK 的。只是说呢，你把这张票卖掉了，你抽中你把票卖掉，那买你票的人也不能来看我们彩排。是这样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就是彩排场的票被贩售，那他就可以检举。是，检举报。对，如果有检举的话，啊、就是要以实名制来，对，来小区都会去检举哦。对，然后结果没有人来，全部没有。海报不是首购可以拿到吗？拿不到，签名海报拿不到。签名哦，对啊，我们首购比较辛苦了哦。对，这些优惠都是给妖怪村的村民，对啊，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加入我们的妖怪村，这样没错。那现在还有什么？加入早鸟一组吧。刘 B 往左边坐一点点。好哦，大家那么详细，这还会留言说刘 B 往左边坐一点。没有啦，因为刘 B 脸剩一半了。哦，小菊不要笑，你的脸也剩一半。可以要冲下一个吗？因为小菊他笑脸也看不出来。下一个是9月2号，好，隔壁抽最后一个吧。好，我们让电哥抽啊，电哥人都没有按到啊，我一定要，我将抽吗？对啊，抽一下。哎，有人问说，如果演唱会可以看，但彩排场不可以看，彩排场可以给朋友吗？不行。嗯给可以，名额给出去可以，但不能用贩售的状态。哦，可以给。他怎么给？就比如说，他朋友可以拿着他的票来看我们彩排。已经开好了吗？开好了。然后，但是。演出的时候，就是他再拿回他的票来看演出，真的蛮辛苦。如果你真的爱，好复杂。好的，现在要抽出的是9月2号演唱会结束之后可以跟我们合照的歌迷朋友。Make a picture。对，100位。好，那我现在按抽奖喽，抽出名单，请叫奏乐。你没有按到，不好意思啊。左边。按到。
好心安的、哦。这次的第一个是车二 A。车二 A。八排八号，爸爸。是爸爸吗？我终于知道。刚刚很多人说没特，你看这一整台都是特，都特啊，好多特。补一下 ，IG 有人问说，当天会不会卖周边商品，会不会周边商品会不够？其实我们周边商品都是有一个限量的啦，然后如果当天卖完了，也应该就不会再。限量是残酷的。对，残酷应该是啦，因为周是吧？是吗？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量，就是一个量嘛，没有就没有了。对对对对对，卖完就没了。好，限量是残酷的。就是这样子啊 ，OK， 我已经抽出来了，那我就不念了，反正念的你们不知道是谁。对对对，太多了。对，太多了。说不定有人就很记得自己的票号的。反正这样总共是400名，对不对？没错吧？我们刚这样总共抽了400名，那你们记得一定要到我们官网或是我们妖怪村去看那个你自己有没有中奖。合照跟彩排中奖有可能重复吗？当然有可能的。对对对对，是的。好，我们绝对没有黑箱，好不好？好的，我们已经变哥抽到有人说是他了，哎哦、真的吗？太好了、哦、太好了太好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是我吗？是我吗？哎，就是我。现场周边会贩售隐藏版的商品吗？隐藏版隐藏版那个海报不会，隐藏版怎么会？对不起，我们现场会卖的是公布在网络上那张海报，就是我们的演唱会视觉那张海报，但是官网。如果你有买两张票，对不对？对，买两张票就可以来兑换，在官网买两张票就可以兑换一张我们的签名版的隐藏版海报，是预售吗？是不卖的，对，就是也不会卖，然后也没有要，也不是用这个来盈利这样。我决定在八德要设一个专线，就是给阿普接，就是大家的客服专线，大家说好不好？哇，这条线永远不会接通，哈哈哈哈哈。这条电话永远在那边，但是它永远不会响。因为你设在滚石啊，我不会去公司的、啊。我最近都在练滚石，对不起。你干嘛戳我？按帮你按摩。好的，我们今天抽奖到此结束了。没错。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继续。有什么？有什么？大家。网络有什么疑问吗？好，我们再开放、有人一直问以前的周边买不到吗？对啊，买不到了。嗯、限量是残酷，残酷也是限量。哎、欸，我们好像还有一些剩的，以前有一些周边在滚石购物网还买不到，但是量都不多啦。对，我上次看了好像还有一些。不过如果都有人问说什么，没就没。如果 KK 不同账号，但妖怪村同一个，这样可以有海报，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海报就是，海报就是KKBOX的账号是跟那个 KKTix 跟那个妖怪村不同 email。总之就是你在妖怪村的名字是同一个，然后你有买两张是吗？还是海报是两张？海报是两张妖怪村就可以换，两张妖怪村的票就可以换，对，只要两张就可以换。只要是在妖怪村，9月1号换9月1号。9月2号换9月2号，嗯，哦，所以你要9月1号买两张，你才可以换。对，你如果9月1号一张，9月2号一张，这样不行。对对对，因为反正你们在妖怪村首购的时候，KKTix 那边一定会联动你们的账号，所以一定会知道说你们是首购时候买的，不用担心。因为他那个票面在看我们的直播，票面上会写，票面上就会写妖怪村优先票。是哟，嗨，911，911的谁啊？911的，好好吃。是洋葱吗？还是春风？还是剑士，剑姬，真令人好奇。嗨，好了，我们开始哇。所以那个妖怪村的票上面都会特别都会显示妖怪村优先票。是的，所以领过都会盖一张。对。好，我们开放最后5分钟让大家提问，好不好？对。微博的一样，麻烦小影传讯息。哎、欸，对了对了，那个有人我看微博有人说还大陆就是在大陆还没取票，还不知道自己的票号，但没关系，因为你们一定是在 KKTix 上面买票的，然后所以你们可以上 KKTix 的网页去看自己的详细座位跟票号，你们上 KKTix 的网页上面，然后你们登录你们会员，然后你们买票的资讯上面都会有。大家如果对于这些妖怪村的讯息有什么疑问的，也可以打电话或是写信到妖怪村，对，或是那个致电滚石唱片，我们的工作同事会帮你们这个解惑，对对对，疑难排解。所以等一下大家有人问说预购的周边到现场怎么领取？到现场不领取又出事了吗？对吧？哎，我来帮看喽、喔，就紧张了。现在没喝酒手会抖、啊。对啊，你在 party 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乱按啦、啊？没有。
是吗，佩华？什么？那个周边预购周边要去哪里？就是在贩卖周边的地方，对不对？还是会有一个预购专门领？它会有一个领的地方，然后到时候在 Starbucks 会再公布。对，哦，好的，我们会在，总之会在公布。到时候我们应该会做详细的那个解说，会有那个在我们的官网，还有脸书都会公布给大家看的，所以不要小心，不要到一半的时候问他说：“哎、欸，小心我的要去哪里领？”那我会对你比中指。那个有人，有点更，太快了，问题太快了，看不到了。有人问说问题太快，所以大家问慢一点。欸、有人问说周边是只能现场现金吗？还是可以刷卡？對對對對，现场是现金而已。嗯、好，现金不能刷卡，对，现场只有现金哦。对，没有刷卡机哦。有人问说以后签唱会可以签小巨蛋门票吗？可以，只要你碰到我们拿小巨蛋门票来，我们都会签。嗯。还有什么问题？你们那边有什么问题吗？微波都看不到。为什么？不知道。哦，挂神，挂神。哦，所以他说你之前介绍的那个、啊，那不是十年前我们的那个十年前我们生日趴做的送给那个，那是那个拿不到，那个是超限量，那个是停产。那一场演唱我做超多东西，有设计还有手环，还有酷卡，我现在有酷卡，对，酷卡好酷、喔。有人问可以现在公布名单吗？现在公布名单，现在等一下，不要急嘛。然后我们还在找，工作人手也没那么多，对啊。大家不要急，查榜单。目前工作人员手是都，所以我们是血汗工厂，大家都拿着手机好了。对，那行，对啊，因为现在公布名单的话，然后你就睡着了，明天才看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啊、为什么他们会睡着？说不定啊。没有啦，要等一下，等直播结束，我们再把榜单。哎、欸，有人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们光棒电池能撑两场吗？嗯，应该可以吧？这个差不多两场也太当天应该是可以啊，应该是可以啊。不行的话，你现场刚换电池，是有电池的，对啊 ，LED 其实蛮省电的。明天去公司放一支全新的电池的，然后放六个小时，看会不会好。然后你不要一拿到，然后回家睡就一直开的，还是回来、啊？有人说电哥都不讲话啊，电哥你来解决接下来大家的问题。好，请说，是谁问的？刚刚这句话谁讲的？谁问的？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我先解决你，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有人问说演唱会前可以夜排吗？为什么夜排？小巨蛋都是有位置的，你有位置，你夜排干嘛？不要这样好吗？不要这样。对啊，你们不是有座位吗？你可以去夜跑了，好不好？我让你去夜跑。你可以去夜店，对不 对？就跟我们的佩华一样去夜店，不要夜跑，你要夜唱也可以，或是夜夜，夜夜，对，你要夜夜笙歌也可以，嗯，夜问，请问现场可以拍照录影吗？不可以，别啦，好享受演唱会嘛，对不对？为什么一直当狗仔？那这个蠢问题你们也不用问，好不好？对啊，这讲过一兆遍。对啊，耶！请问你们会出 DVD 吗 ？DVD video 啊 ，video，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有这个计划哦，但是详细怎么样，等演唱会完你就知道了。嗯，耶什么？耶？你到底耶什么？我还在想耶有什么。请问纪录片什么时候会出第二集？哦，刘碧导演，对。我跟你说啊，他该出的时候就会出。哦，说不定是等一下，也说不定是明年。对，但是第二集，因为每一集的主题会不太一样，对，然后第二集跟第一集内容不太一样。嗯，什么时候主题会变成牛逼了？不太需要有我的，我们是一个团，好吗？对，不然的话，这个就是牛逼的纪录片。我好想拍一个纪录片啊！其实我也想拍纪录片，突然我讲我超有趣的牛逼的纪录片，牛片，牛片。有说电影版，啊，会出电影版吗？电影版哦，哎，其实这个概念蛮屌的。对，如果说把纪录片全部串在一起，然后加上我们的现场演唱会变成电影版。对，然后我们去电影院播，哦，其实还蛮屌的。我们可以找罗素兄弟来指导。罗素兄弟，好，付钱者联盟。付钱者，我现在比较最牛逼的纪录片没有兴趣。你说有箱子可以放信吗？箱子可以放信，放什么信？放给你们的信。哦。有人问，因为八站要不收礼物，但是有一些可能从来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你们的人，想要给你们卡片，
可以在场。我们不收，我们不收礼的。我们卡片只收金融卡。金融卡。那你该说什么？现金卡。对，你说无法近距离碰到我们。对，然后但他们想要给你们卡片，可以在场外设置箱子让他们。嗯，可以啊，我们可以跟公司反映一下。对，你可以远距离临摹我们。对，其实是摆一个油桶，是啊，其实我们可以弄一个油桶，对，其实用一个油桶是蛮好的，对，就是让大家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用那个珍珠板做的那个板，对，千万不要用珍珠板，那个破坏地球环境。对，希望大家未来都不要再用珍珠板做一些应援的那些。对，不过油桶真的蛮酷的。对，油桶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就是九五加满啊。不收礼，不收礼。好。有人说电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有人说会不会有人丢发票？金融卡是不是？那你要给我啊。有人说直接放捐献箱啊。捐献箱哦，那叫功德箱好不好？像我们这也要放在功德箱。电哥会不会整场都坐在后面？不会啦，他有时候也会坐在下面。不会啊，我那个 unplug 的。然后他也会往前走。我是电哥，跟你讲，他生气了，他坐到后台去，他不出来。然后跟你们讲一下，你们先问任何演唱会的内容，我都不会跟你们说的。保密，保密。所以你唯一知道就是我们五个人会表演。你真的吗？确定吗？确定吗？是我吗？是我吗？黑屌黑屌哇！可以吗？我这边没什么。是哈，好了，就等一下，晚一点我们会 po 上那个官网。有人在问阿福在看什么？然后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对啊，有一个人很有趣，他说那不叫信箱，那叫功德箱。功德箱，也是不错，好不好？有人说演唱会很精彩吗？啊，废话，很精彩啊。所以你是想要退票了吗？还是？哦，你要期待看到一场不精彩的演唱会。对，未看先退。未看。这种问题就知道大家已经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对。好了，我们开放最后两个问题，懂吗？要有建设性的。我们请佩华跟世纪梦我们过来。所以说你们看起来好轻松，都准备好了吗？轻松哦，我是看起来一派轻松。我们是看起来没力了吧？对啊。不是不是，你们知道吗？就是以前。班上会有一些人就说他都没念书，考试，但其实都念完，就像流鼻，流鼻，对，就是流鼻，对。然后大家就看到是霸天吧？对，没有啊，霸天就会说我都念完了。对，而且我就是那种，人家我说你念完了没？哦，昨天 K 超久应该差不多，然后就超烂啊，超烂。我以为你跟我一样哎，霸天是真的没念。对，我说我没念，可是我真的没念。然后哎，怎样？可小琪真的有念啊，对，真的有念，我以为你跟我一样。对，就脑容量跟金鱼一样啊，对，金鱼脑。好最后两个问题哦，最后有人问小菊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吗？他感冒了，你不要害我。那你知道我把口罩拿下来，然后你们就是可能要等明年的9月1号才看到演唱会了，因为在场的人全部都是阵亡。没错，对啊，所以还是等到下来。是强烈传染疾病，强烈传染疾病，你说我的湿疹，被抓哟，湿疹。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哦，你说要好好挑，好挑。你说。我好想挑那个，好就挑，就那一个吧。别人配花秀是这样。他说世新打传说了吗？哦，世新打，我们对不起，我们是那个，我不是他的经纪人，好不好？还是我们可以请世新来我们镜头前面跟大家说说话。大家对世新这么有兴趣的话，因为他换了一个新发型，然后好像那个，对，好像史内普。有人问说黑豹跟老虎有没有什么？黑豹意义，其实黑豹啊，很酷。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最后的83页专辑上，其实是有一张黑豹的。对，你们知道吗？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设计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不是黑豹的尾巴屁股，对，是黑豹的尾巴，尾巴跟屁股，你要把那尾巴把屁股露出来。但是如果说有买 CD 的人，就可以看到黑豹。对啊。对对对对对，哎对耶，因为打开就是整只豹。对啊 ，CD 里有那个啦。这，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拐杖，它是豹的尾巴。好。对。哎，不是嘛？我说两个问题，怎么问那么多了？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我这边没什么了。建设性哦，建设性哦。好，想过哦，想个30秒再发问哦。对啊，完全是绝地武士的绿的，然
或者、欸、所以他们抽到的会收到通知吗？还是说他自己要查榜单？对，要查榜单。哦，所以就是嘛，要辛苦大家了，就是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有一个我觉得重要问题，哦，现场会卖专辑吗？现场会买，应该会吧。那个还有的专辑就会卖、啊，因为有人有问说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辑买不到，对，就是也买到啦，就是、啊、我也没有办法、啊。对，因为阿普家里光碟机只有一台，对，而且我也没办法印刷专辑。对，而且大家知道专辑其实是要印那个压片厂一次要压好几千张。对，对，那现在说真的、啊，专辑现在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很少了。实体专辑，会大家很常都在网络上听。你说，你还用 CD 随身听？要收藏 CD 的人，真的要在那个当下赶快去收藏，因为应该不太会再版了。现在的 CD 都做量都不多啦，所以然后，但我们会考虑可能会做黑胶唱片这样子，对，如果能够做一些黑胶来，那个也是蛮酷的。对，不过真的以前那个绝版就是真的没了。也没有在重置。如果你有最后的831或是拯救世界专辑、啊，那你真太幸运了。对啊，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没剩。我有，我家好像剩一张吧。我也是一张。对，对，我本来有两张，一张被骗去申请小巨蛋用的。还好申请到，不然我真的是要翻脸了。有人说虾皮拯救世界卖2000块，虾皮有卖到7000。七千，拯救世界卖到7000。那我小巨蛋和我 CD。我这样不要这样，我们希望未来都可以去。好，有一个人问说，现在还买得到演唱会票吗？可以，如果有人退票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去刷一下，因为刷看看嘛，大家去刷一下，应该因为这两天应该是退票最后期限，应该会有一些票流出来，就是那些黄牛。如果大家没有跟黄牛买票的话，有些票一定会流出来。对，进场好时机啦，好不好？对，进场好时机，不需要跟什么投资最好时机。进场好时机，这个好笑成这样子，对，好笑。对，我想要等一下要去开黑人家，对，我最近在订哪一支啊？黑宝说：“我等一下去退票，退场好时机，对不对？退场再见。”好，我这边差不多了。OK 啊，好啊，今天辛苦大家查一下榜单，好不好？对，等一下就会公布喽。啊，我会公布在脸书、微博都会公布。官网对。全部开公布地方都好。主要就是你们要查去官网查是最准的。对，真的。以官网为准。对、啊，我们说的都不准。不该公布的地方也会公布哦。对啊。就比如说你在便利商店，哎，这边怎么有8000的那个抽奖名单？哇，好奇怪。对，这是不能信的，不能信。就以官网为准。对，要听信来源不明的那个。对，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可以说拜拜了。好啦，谢谢大家。拜啦。谢谢大家啦，拜拜。拜拜。分。